咋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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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
咱吃啥了？王雪旺蛋炒饭。咋了吗，哥们？咋了？咋了？快整！这是一道吉祥菜，等等等。我操！后院终于开始了。那时候大娘总愁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的演技占比上了。他菜还行哈，他菜还不难吃。嗯呐，他一下午再给西哥踢了。那女的怎么瞪我呢？啊，今天先到这儿了。